今的崔永元也已经成为中国的焦点人物，他的家人自然而然受到关注。正因为这样，他直接点名泄露信息的北京警方。崔永元曝光的狗仔正面照，1月25日凌晨，崔永元在微博发文怒斥狗仔，称他们不仅年轻化，还可以轻松地获取旅客的信息，并贴出相关的图片。崔永元透露，他报警后知道这些狗仔不是拍自己，而是拍某一明星。他表示自己联系的是北京机场派出所，对方不是给他打电话，而是给自己的妻子打电话。正因为此事，崔永元感到不舒服，问对方是如何知道自己妻子电话的。对方回答模糊，说不清楚。崔永元一气之下挂了电话。同时，崔永元在微博直接点出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，引来关注。现在看来，崔永元家人的信息已经被曝光。网上公开报道显示，崔永元初恋女友是大学同学，但后来因各种原因未能走到一起。之后遇到现任妻子陈薇薇，两人婚后育有一女，取名崔之明。此前一直和崔永元交往的黄毅清还曾在微博曝光崔之明的照片。